轮奥拜拜，运动员散水好快。今日凌晨睇完近三个钟嘅英伦音乐大串烧 ，Spice Girls 复合。在下届主办国巴西嘅辣妹八分钟忙情森巴舞之后，伦敦奥运终于曲终人散啦。希士路机场嘅职员已经做好准备，欢送116000个运动员同游客，系机场历嚟最繁忙嘅一日啊！他们估计6000个运动员平均每人有3件机舱行李，昨天已经通宵搞定机舱手续了，又特登在职员停车场起了个奥运客运大楼，开了31个柜位和7个安检通道，还精心安排了神秘又富有伦敦色彩的方式欢送他们。不过运动员都要坐接驳巴回主要客运大楼集后登机，还有仪仗队夹道欢送游客，好彩随时可以见到偶像一面的。以上贴心的安排足足花了7年时间筹备的了，不过只限3日，之后就打回原形的了。